第一题点解？我刷屏我磨利咗嘅嗰把，今朝早磨利咗嗰把刀。我今朝早磨咗嗰把刀定刀仔唔见咗。第三，嗰个就系琴日送我哋翻屋企嗰个。第三。佢叫我哋唔好攞任何属于我哋嘅嘢。啱。六，嗰个同我哋翻琴日翻屋企嘅六六 question six， 喂，答题先得噶，应题啊 question six。佢最中意嘅嗰个礼物就系我送俾佢嘅嗰个。佢最中意嗰份礼物。就是我俾佢嗰份禮物，禮物出現咗一次，唔該你下邊唔好再出現啦，用 the one 取代咗佢。Ariana 第八，嗰個第八咩嗰個啊？佢哋啊？佢哋等緊嗰個今朝。看了那個病人 admitted 是送 admitted 是入院的意思，我今早入了院那個病人，他們等今早送了入院的病人，那個病人多少個？一個 good。 第十 Matt， Kobe，我寫俾我阿媽嘅信。啱，寄咗寫俾阿媽嗰封信。寫俾阿媽嗰啲信係叫 A 情書 ，B 家書 ，C 中文書。咪家書咯，大家寫低。家書。以前咧，譬如你去到美國咧，冇 WhatsApp 噶嘛，冇長途電話噶嘛，咁咪寫信咯，關於屋企嗰啲咪叫家書咯，但係唔係遺書 ，OK？遺書是幾時寫的？死之前。如果王 Sir 真的要寫遺書，我肯定將你的學生名字寫出來，你有 Matt、Eden、簡同學、王 Sir 今天要死了，我希望呢留一些英文 journal 給你，那些字典我一定會分家產給你，放心，我會將所有的字典分曬給你，你放心，個個都有，要不要？要。OK， good。要。好像你說換新一小廳那些椅子。第十四啊，麻煩。那個比昨天上個禮拜。那個上個禮拜比人裂開了的那輛車。那架車 report 咗 ，report 咗啲乜嘢先做乜事啊 ？report 嚟做乜嘢？上個禮拜報失嘅嗰架車。Stop！ 俾 Louis， 啱 ，Louis 嚟，你嚟。上個禮拜報失嗰架車屬於阿 Derek 嘅阿爸。OK， 咁係阿 Derek 唔見車啊，定係佢老豆唔見車啊，定係架車自己唔見咗啊？老豆唔見咗架車。Good， 十七，唔該，意思呢條就係我著著咗去 party 嘅嗰條裙。呢條裙係由我好方體咩意思啊？係我好中意嘅姨媽做嘅。係你中意佢啊，定佢中意你啊？係啊。佢中意我，佢中意你啊，系佢中意我啊！再嚟一次，呢个系由我好由好中意我嘅阿姨整出嚟嘅 ，good。咁即系边个整呢条裙啊？阿姨。咁呢条裙边个着啊？我着咗条裙喺边啊 ？Party。Good， 記唔記得時間、地點、人物全部交代曬㗎啦？你用得 wedding phone 同 wedding clothes 嘅話，大量資訊喺入邊㗎。你記住乜嘢資訊跟乜嘢資訊，唔好亂咁估啊！亂咁估嘅後果就係扣分咯。用 wedding